我们现在住在房子上其实挺舒服的，没有想过要放弃啊之类的想法，没有，因为可能现在有比较固定的驻车点嘛。噪音的话就是我买了一个耳塞，天气的话还好，现在遇到的台风都比较小，也没有受太大影响，反而是台风的时候还凉快一些。住起来真的还挺有趣的，因为这个房子也是可以移动的嘛，所以经常能去看到一些比较美好的风景。那像周一周五的时候可能就想着工作，那么周五的晚上就想着啊可以撒欢了，可以去到处跑了，所以还是比较舒服的。